印度克什米尔首府斯里纳加迎来了2021年的初雪，当地民众的屋顶和街道都铺上了厚厚一层雪，别有一番风味。眼前这一片被大雪覆盖的街道景象，这不是在欧洲，而是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。可别以为夏天气温动辄逼近40度的印度没有冬天，其实印度幅员辽阔，而且国土南北狭长，因此气候多元。在北印度，每年10月入冬到隔年3月，夏天约在4月到7月，雨季约在6月到9月，真正冷的时候大约落在12月到1月，这段期间也经常下雪。看看民众奋力在船屋的屋顶上清除积雪，在路边玩起了打雪仗的游戏。走在被皑皑白雪覆盖的街道上，印度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多了另一种滋味。